下一步我都蛮错了，昨天一说我还慌了。这个呢是才真正现在北京啊，已经307、301医院就治不了，武警医院治不了的，北京广大医院治叫广大医院给外人治不了的，苦着说你能不能救救我，想活多活几天，他比我岁数来了，你看推着那一局子算呗，三天就好了，当天读着那个马匪全部自个停了啊，腿肿也好了，尤其是自己讲的啊，这个尿袋里有浓油血血块啊，全好了啊，是吧？这个我在微信里都有啊，你大伙把微信加微群里的我都发，你别说我做广告，好多有，就看这个啊，是在北京4次手术，23次放化疗，他的姑娘，走遍了全国，这医院还告诉做手术，做不了，最后医院告诉你不洗掉吧，就吃点得了，不能吃，上我的血内蒙古。老婆孩子全到家了，第6天回家了，楼上楼下跑，啊，没有病了。孩子，他的孩子啊，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，神道就这么神啊！你要感兴趣，你加我微信啊。时间有限啊，6天啊，3次。我看下面还有没有啊？这个案例我就不说了，这是保健的，你不用说，女同志啊，吃完以后10天以后要结婚的、生育的，一定要吃，男女各吃一阵，就早一阵晚上。你看你害孩子还有没有病了？你总得好，你土地好，生起来不得病了。你别生完净是免疫力低下的啊，年轻10岁啊，绝对没问题啊。这一点，这个是帕金森20分钟，很多人知道，郑晓恒，中国书法大师，20分钟北京。帕金森啊，好了，第二次什么呢？他腿抽掉的荨麻疹，10分钟全好了，记下啊，我的邮箱，这个电话联系啊，一定要记下，因为那个单子传单，这个单子里都有，这个大夫一点不给留情啊，告诉我多给我5分钟也不给了，完大夫记下就行了，哎，你照着单讲啊，也复杂。我也不能传授给你，传授你加工你没有那个原料，对吧？你也没有那个技术，是吧？我把信息告诉你，利润很大，你治癌症，我就可以最后说一句啊，十几万，我是个人定制，你贪多钱给你多钱，我基本价30万，你贪100万，70多万是你的，是吧？不定价啊。好，谢谢我们李医师，那我进一步的讲解，现在接下来就是用餐时间哈、我们请会长来说明一下。像这样的人才哦，不是他自己讲，要我来讲才准确。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你们用餐的时候呢，可以跟他一起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很难得的一个人，对自然疗法非常有帮助。哦，那当然在座的也都很厉害，因为每一个门派都不一样嘛。只要是对人类的健康有帮助的，我都觉得都值得支持。谢谢。